好，破五百战，我答应大家要教放功夫嘛，今天放一个教大家怎么断回头牌。断回头牌是什么呀？就是比方说你打过一万，你后面又停14万。哦，比方说你手牌有135万，哦，手牌有135万，那你可能打一万，哦，打一万先去停总共4万。那你又摸到2万，那你是不是一定会打5万听回来14万？对，对不对？那一跟五两者数字舍牌相减为4，这个就是回头牌。三点金选错边的回头牌，哦，比方说你246万，你先打2万选听中斗5万，但是你又摸到3万，你再打6万出去，啊，六跟二是不是相减为4？哦，所以这个就是回头牌，哦，再加上一种东西，准确率高达90%。有些人烫到会干掉，有没有？哦，对。欸，有些人烫到会干掉，然后这个就几乎100%，他听回头牌哦，三点金的回头牌。是我会敲一下桌子，有被骂过。嘿，敲一下桌子，嘿，所以你要去观察你的牌卡的反应。很哦，三点金的回头牌，你要注意他打出的两张牌相减为4，然后再配合他烫到的表情，100%听回头。以上影片是由吴老师麻将心法所推出，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咯，欢迎来直播上面跟我们互动，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还有开启小铃铛以及追踪我们的 IG， 那我们就直播上见咯，拜拜。